精锐解析黄渤是怎样练成的。你原来还做过酒吧的歌手呢、从小喜欢唱，从小能唱，但是唱的好不好另外一说啊。那肯定不好啊，这片儿对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。我还听说了，不光歌唱得好，当年跳舞跳得特别的棒。对，然后头歪过来，踢腿，踢腿，这样转一圈啊，转一圈，往前走一步，恢复得不错，然后再走一步。对，我就知道。老国黄渤另类演绎，方言版《泰坦尼克号》。我耐你，杰克，你别这样，还没到告别的时候嘞。没到，你明不明白？哎，我你妈倍儿冷！你别呀，罗斯，你肯定能得救的，你肯定能活下去，你吧会生很多很多孩子。老国嘉宾群起而攻之，梁静，你受苦了。后来为什么敢跟梁静演戏了？就前面先跟牛演完了，一想这咱都来了，动物都演了，对，再去来放禽兽，禽兽，再来个挑战更大的吧，再来。老郭，哦，对，不说这，所以是心由静生，杀生。好，哎，怎么突然那么正经、啊？受累，请鼓掌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可怜可怜我们，谢谢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各位施主，谢谢啊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服务全都是人，谢谢，感谢你们到来，谢谢。星星，我还问你一个问题。好。平常你喜欢看电视吗？看啊。看什么电视呢？今夜有戏。跟你们是今夜有戏，我是二助理岳云鹏，他是助理叫做星星。我们两个人有请我们的主持人郭德纲和我一和梁静。谢谢谢谢，今天我非常的开心，当初都是我一个人，现在我们俩人一块儿出来了。欢迎收看天津卫视今夜有戏，我是郭德纲，他是梁静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郭静来了，著名演员梁静。哎，现在我们这个组合叫郭静啊，著名演员梁静，著名相声演员郭静。别这么客气啊，您认识他吗？小月呀、啊。哦，还记得他？喊哇塞，大姑。哎，这边、啊，我眼神不好。大姑疯狂了，这么大的，多日不见你，大姑这状态没改变。我们大姑也爱听相声，可是啊，可爱了。她可没少叨弄咱们票。黄牛，有这事儿？你最近没听我们说相声是吧？最近对，忙着拍戏呢。现在岳云鹏打你走了之后，红了都不行了。是都胖了吗？我说了，胖了就是长钱了。说的是，哎，那猪肉你说的那是啊。小月，哎，你上回大姑来你还记得吗？啊，记得。呼，疯疯癫癫的是吧？一直是这样。活泼，活泼啊！你这次再来跟上回不一样了，今天来身份都有所转变，你现在是主持人了。哦，对。梁静，你今儿确实是很够意思。嗯。他上次走的时候，含情脉脉的跟我说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这次回来据说是宣传新戏来的，是吧？对。什么戏呀？你。不知道吗？我哪知道去！哇，这戏宣传的这戏，哎呀，哇塞，好腿！这戏怎么了？杀生啊！哎呦我的天，这是《西游记》的一个片段，杀生。第三部这是啊，前两部是猪八戒啊。杀生啊！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，名字叫《杀生》。叫杀生是吧？对。心有静生，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心境。杀生就是这样一部奇诡、拥有着谜一般陷阱的，并且富有着黑色幽默色彩的电影。我发了，你别老扯没事的，你敢？这部荒诞悬疑大作《杀生》是由著名导演管虎领衔，黄渤、任达华、苏有朋、于南三地一号的豪华班底所打造的，人性的黑暗，制度的枷锁，不论从题材到人物都是可圈可点，无一不吸引着观众的眼球。这位，你是这里边的主演是吧？我是主要演员之一。好，导演是谁啊？导演是管虎同志。
今天管虎没来，但是呢，这个戏里来了一位大咖，来，掌声有请黄渤。这个他经常来，我们跟他也熟，平时在台下的称呼也很奇怪，这么多人咱就不说了，啊，但是跟黄兄，我们这是第三面。这个今天他们来是有正事儿，但是我这个人是这样，你老说正事儿，观众也累，咱们也腻得慌，就聊闲天儿。你这些日子跑通告，肯定所有的节目里都去，到哪儿去都是啊，穿西装打领带，一个个探讨理想人生，哭得跟泪人似的。那是你，我们这儿没有穿西装打领带，我们这儿没有，尤其这场节目有梁静在这儿。对，那咱们想正经都正经不了。对，因为他是很随便的人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戏的导演是管虎，知名导演，大家都熟悉，出了很多作品。他们俩已经应该算是第八次合作了。据说是第六次。你为什么这么爱提数字呢？是六次吧？好吧。对对对，人家算是喝酒不止八次了。你知道的。这个是这样，人跟人之间是有交情的。你要说来一个陌生导演聊一聊，不管是从公事上、费用上、酬金上，方方面面都好意思说，但跟熟人可能就不好意思了。对，据传说跟管虎到最后你都自降片酬，自降啊，自己是本来说这个戏拍完了给5块钱吧，啊，自个儿说了2块钱就干了。那没有，这谁这么窝囊人呢？这有这么回事没有？没有，我们这拍这戏有原因，你没看我们这戏名起的吗？叫杀熟。啊，不是杀熟，太能杀熟，时间长了吧，这一熟吧，就没法聊这事儿。哦，他也就装傻了。哎，不装傻。哦，瞪脸告诉我不给。没有没有，经常过来跟你说，你说咱这戏怎么办？还想拍这镜头，你看后边还得弄那景，就这点钱，你说怎么拍？你说就给投这点，怎么拍？北京话这叫念山音。对，经常黄渤，你说这场戏重不重要？然后你就跟太重要钱去了吧。黄渤，你拿点钱来拍吧。我的天哪，这是个实诚人哈。这有一天我要找你拍戏，你看你要多少钱？啊？对，我得绝对不要钱，因为没时间嘛。那你能交多少钱？你们这行人怎么都这样呢啊？说实话，其实现在是电影的整个的市场环境好了很多。我是真知道，像关虎属于是第六代导演，他们真的一开始经历了那个真的是过去叫扎钱拍戏，哎呦扎着钱了，赶快拍一戏，没错，然后卖卖再说，然后再这一切后果都不管，先把戏拍完了。现在还算不错了，已经有这么大的这个空间。现在的市场总的来说还是不错的，对啊，挺好的。当然有你搅和一下。不知道，你少来这套，我从来没搅和过你们这市场。你没有吗？我们这个市场我都搅和得够小的了啊。但是你回去问问管虎，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没找过拍戏啊？这不是因为搅和吗？那个他不是，他找你去都是为了票房，因为他对票房没太有那个太大的企图，他主要是对口碑有企图，他怕你来了以后。对，我一直想这个事儿啊。你忽略了他以前当过主持人这一段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还做过主持人呢？没有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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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没想到，对，你也是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啊。那真是，你要这么说，我们同学生日会呀，谁那个结个婚呀，还真主持过几次。错不了，好演员的经历都丰富。据传说，为了拍《杀生》，你推掉了1年的片约，是吗？其实还真不是推掉啊。我告诉你啊，哎。等于是拍的时候，原来给我定的3月份，3月份的时候，头年3月份已经跟我说了啊，明年咱们的要拍这个啊，一直说到年底了，得快过年了，说没安排别的，没安排别的，三月份，我说你确定噻？因为我太了解他了，没有一次是说好了时间。是个不靠谱的人啊！对，旁边咳嗽啊，管太太在这儿呢啊。然后呢，到根儿我说3月份真能开的，哟，黄毛你什么意思？你别安排事儿了，我这大队人马全都下去。我行，放心，什么事儿我都推了。3月份来了以后，好，4月份完了，5月份，5月份，6月份，7月份，8月份，9月份。哎，咱们聊聊今天天气不错啊，你看这满天的星星。你少来一套，还有这个太阳，家在露天的棚里不干活啊。后来还真是，其实没拖太长时间，4月份就开了。哦，那可以啊，第二来年的4月份。所以呢，这就一直也没法接，没法接，没法接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说来说去吧。我认为啊，我作为一个特别了解他们俩的人，我从旁边这个角度啊，不能说那个，我觉得这是黄渤在《斗牛》之后又一部力作，一定还能再拿奖。你突然间一正经，我都适应不了啊。不是，因为我得。
这个名声给拉回来。我正在跟你老公聊天呢。那么到这部戏的时候，你看这幸福的，你看啊。据说你老公可没少夸他，说这个人在表演上用功的都近乎于变态了。啊，是真的吗？他主动要求这一条来个180遍。他就这么恨关虎。这胶片它是有费用在里边的，胶片你就别提这事儿啊！一提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我到后来我才明白，以前单纯啊，拍戏最早过来说咱用胶片还是用数字高清的什么东西，我说现在数字高清技术已经这么好了，咱也没必要非拘泥于胶片。就是，但是导演对胶片是有感情的，后来说那咱用。后来跟我说用数字不错，后期我们怎么调怎么调。我说行，我说这还用跟我说服教育吗？这用呗。后来才知道啊，这就是说拍100多遍跟200多遍一样，就是啊，你知道储存卡大小的问题，对，这根本不用费钱，所以说不容易。你别说人那个管虎一下让我拍100多遍，你就想想坐那儿大冷天的啊，虽然下边有俩炉子在烤着，我们有没有那是演员应该的，对不对？人坐那儿啊，然后你想嘛，就说再来一遍。再来一遍，你给我说个180遍，你说我听听。嗯，累死你，你像啊，再来一遍啊，不行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说来说去不就是为了你好吗？我就说，你要没有这180遍，能拿金马奖吗？你别吵，别吵，别吵，事儿都好商量是吧？日子这玩意儿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好离好散。但同志们，些人闹就没意思了，好吗？你瞧我了啊，你瞧我了，这就好说了，是不是？啊，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哪个？你看这就忘了，你看了吗？梁静的这个脑子呀。我就给你讲，跟松子儿那么大，松子儿，你说带着壳还不带壳？不带壳了呗，肯定不带壳，带壳就大了。对对对。可是有好多人说我是双核电脑。真的呀，这是你的仇人。我特羡慕他，你知道吗？他属于哪种？见一仇人，一见面一撸袖子，回头找菜刀去了，找着菜刀看旁边有个黄瓜就切开了，属于这种。好，就把仇人这茬就忘了。对，我们一块出去，愣是丢东西，忘东西。嗯，送我一腰带，机场买的挺贵，2000多块钱，挺贵的呢。哎，名牌，买黄渤送一腰带，上飞机我还帮你拿着啊，拿着坐那坐，后背大概觉得有点空的话，就把那包垫后边垫着了。下飞机就留飞机上走了，我到上台没了。哎呀，没了，人是那个后来看管虎背的那个吗？对，有可能啊。后来你知道我一说，我那腰带呢？啊，他又给忘了。第二句话你知道说的什么？呀，老公，跟老虎说，呀，老公，咱又损失2000多块钱，没事儿，我就过着上台，我能提着裤子上去玩。还有一次我们在机场，我跟管虎在后边走，他们愿意逛商店嘛，挨个逛，我们在后边溜达溜达，溜达溜达，突然看地下在国外啊，国外地下一张机票，一看管虎说这哪个傻子，国外也有这样傻子，那机票扔了，过会儿怎么上飞机？拿去，乐阳梁西英静，全都这个。见过这样的老朋友吗？啊，太好了，我这相见恨晚。这个事儿还有吗？啊，这太多了。说说啊，想想，你知道有时候他这储存太多，他容易这容易撞上，是吧？对，容易撞。其实他记性也不好。啊，太好了，该你了，来吧。他，哎，忘了，这个人真不记仇啊，太乱了。这个咱们一点点说好吗？哎，其实我跟黄渤我们俩人聊不乱，关键这里边有一个搅和鬼两傻同学在这跟着啊。好多人都喜欢黄渤，但是你们并不完全了解黄渤。今天是一个好机会，我们来看一看黄渤是怎样练成的。这个我手里有张卡，他们告诉我说在90年代黄渤就是青岛第一批酒吧驻唱歌。你要这没用，真的你也不认识，你说这不添乱吗？好好说话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这个一说这时间就长了。90年代你干嘛呢？你看一句话就老实了。咱们聊咱们的啊。你原来还做过酒吧的歌手呢？对对对，唱了好多年歌。哟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岳云鹏，哎，你听过黄渤唱歌吗？我能说没有吗？哎，可以。不是，哎，当初是怎么一个契机就唱了歌了呢？从小喜欢唱，从小能唱。真的呀？对，但唱的好不好另外一说啊。那是肯定不好啊。很漂亮，对，还真的是啊，就喜欢唱，而且小时候没事在学校里边参加个小比赛呀、什么的这种，就能受到表扬的，也就是演出、唱唱歌。你看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就是我费了很大的劲找到的当年的大张伟。大张伟啊，你是在划拳呢，还是在划拳？不不不不，
还有这个。这是当年的宣传用的吗？袖子怎么黑的？对，这是海报，这个好像有点奇怪，这个。不是年头太多，少色了。对，这个就是那海报，张贴出去海报。哦，对，那是。对，透视装，80年代兴起的。80年代在90年代前面后边。好，没事了啊。扔出一话题，咱们就能歇会儿。你这些，好好说话啊。那个，这个背心我看着很眼熟。当年我们走学的时候，好多歌星都穿这种小背心儿。是吧？啊。当时好像就类似这些照片，因为当时管虎要那个没见过我嘛，高虎推荐的。就啊，你们老乡高虎也就类似这照片就过去了。管虎就说这不行，说这个这太帅了，这不能用。这管虎这审美确实是，我要不变成这样，哪能跟他合作上？你想想，是不是？也是，不过你当年你看不是这么寒碜啊？不是，我说当年他没那么多层下巴，你看还挺清纯的感觉。这会儿多大呀？这个应该是20出头左右。20出头的时候啊，差不多。啊，从几点唱到几点？在酒吧里。我也不长，那时候都不兴说一下唱一晚上，没有，就唱几首歌。那时候就唱几首歌。然后后来开始什么做嘉宾了，就一开始唱半个小时，唱40分钟这种。就唱什么歌那会儿？这流行什么唱什么呗。是吧？来一个啊！行，你别这样，人家来着说事儿。我们从专业的角度来问一下，当年多少钱一首？你说最早啊，还是？就是你在酒吧唱的时候。没，唱到最后不唱的时候，可能唱到了有1800-2000。啊，一首啊？不是一首，是一宿。一宿啊！你说你的啊？最早15块钱，那上学的，上高中的时候。那会儿这个钱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，挺好的了。你上高中的时候，你能挣钱，你就不花家里钱，挺高兴的。这钱还给家里吗？给，也给。你不让你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老觉得你什么活半夜出去干去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，咱们老半夜回来什么的，在人上学那会儿。后来你就说有晚自习。后来我记着那时候攒钱是。到了60块钱那时候，哎，挺快的，15块钱到60块钱挺快的就到了，60块钱一晚上，就是一晚上那个唱歌啊，然后呢就1800又攒了攒，攒够2000块，我妈那时候大概才多少，400-500块钱一个月，工资啊，也可不呗，啊，可不也是这样吧，300-400-500就这样，2000块钱，全部都换成10块了，你知道，显得厚，你知道，过瘾，你知道，回来以后装作若无其事往那一搭，哎妈，你看。哎呦，这干嘛？谁的呀？我的呀，这什么呀？工资？什么工资啊？唱歌挣演出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表面上看出来也没什么东西，但老太太把铁棍抄起来，还不快唱去？耽误这功夫干嘛？是那个主要是为了证明什么的，就我这也是个事儿。他认为你没瞎折腾是吧？他认为你那就不是事儿，唱歌那是个事儿，对啊。老人们还是比较传统的，老觉得找一地儿当个工人上个班是正经营生，对，挣的少一点也成啊。你当年第一次挣钱什么时候？我第一次挣钱是我小学的时候。当年挣钱挣了多少呢？还挺多的。一次好像也几十块钱呢。就我小学的时候。那也是个收入了。哎，我们说来说去说到这儿了啊，你净说当初怎么挣钱了，我们不知道您能挣钱这手艺到底怎么样。唱一个，哪方面的？你说。唱一个吧。唱。俩件儿。唱。听过他唱歌吗？我们经常在卡拉 OK。那现场好多朋友可没听过。唱个。要听吗？行。唱2块钱的，唱2块钱的，唱什么歌啊？问题啊，你是我的眼，你能看的，词儿不一定背得过啊，您帮着提提啊。你就唱最后几句吧，你是我的眼。之前不用鼓掌是吧？这个。如果我能看得见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。如果我能看得见
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准确地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差不多了吧？两块钱可以了。这个两块钱你们觉得够了吗？福哥，加注。副歌，好。副歌，副歌。啊，唱副歌。副歌。对。你是我的眼，带我穿越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好长时间没唱了，这大半夜的。哎，不来呆，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值两块钱。谢谢。那会儿也苦着了吧，蹬着自行车满处跑啊。是来北京以后。来北京之前还好，都一个一个城市跑。从在青岛人熟地熟的，干嘛非要跑出来呢？这不满足嘛？北京这青岛已经差不多了。那你到在天津挺好的，你跑北京来混什么？我在天津要挺好，我干嘛出来呀、啊？我是因为不好我才出来的呢啊！他已经在青岛很不错了。对，虽然不太满足，觉着、有上进心。小时候觉着也新鲜，好奇，说哪上海、出去闯闯，哪是好玩，然后呢几个人一块儿，然后就出去了，各个地方演，我还听说了，不光歌唱得好，当年跳舞跳得特别的棒。现如今在青岛，但凡能抻着胳膊跳着腿的，那都是跟你学过的。没，这可大。他们跟我这么说，我说我得好好瞧瞧，是真的吗？这样，小的时候开过舞蹈班是真的，但是你还开过舞蹈班呢？啊，对对对，我的天哪！啊，那确实，就胆儿大，跟别的没关系。我们拍戏的时候，任何有关动作的，就当然那种武术的，他稍微那个一点啊，远一点，但是吧，就只要跟动作有关，而且他特别聪明。对，跌一下啊，什么脸着地啊这种，就黄渤先给坐一边看看。你准是经常脸着地。他特别的聪明，会教，就是他反应特快，会教一些经验不足的，包括我。就是在行动上啊，会帮助。我没有，对他来说，主要是老提词儿，你知道吧？像他演的哪个戏过来的？讨厌。你看他又搅和是吧？对。本来都说了跳舞了。没错。你让他跳一个吧。那不行，哥们儿，咱不跳。没有，这舞啊，确实是荒废太多年了。这个东西跟别的还真是不太一样，啊，脸着地谁说的？脸着地倒是不用恢复，我倒可以教他，随时都可以啊。那个，你摆个动作，我们跟你学学也行啊。啊，学呀！啊，我也特别羡慕能跳舞的，你行吗？能。啊，他不行，他这腿是木头的。那你给我来。来，你先来，我看看。啊，来，跟我来。这简单。啊，一位会吧？啊，一位脚。啊，一位。啊，手反过来。啊。对，然后头歪过来，踢腿，这样转一圈啊，转一圈，往前走一步，恢复的不错，然后再再走一步，对，我就知道，我们一般学就这样，这样更好，像个云手似的，慢慢走，一个好人都没有。这个，黄渤干的事儿挺多，你看跳舞、脸着地、唱歌、出去旅游、教人家恢复，这都是他的工作啊。但是据说他还干过一个事儿，就是配音，啊，平时你配音配的可好了是吧？也可好，现在也不演戏了，一样。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上大学学的是配音。有没有什么大作品没有？大作品参与过一些，但是这个东西跟演戏一样，这演戏啊，一般也是大规律是这样的，长得帅的、高大的、威猛的啊，男一号。这样的，像我们这样的，一般配音也要看长相吗？配音是看声音，你这声音，声音不是声带那么宽呢？它不是声音，我这个一般适合什么呀？这一听啊，就出来打架的了，要不然对，有的你们配的这是两个专家，之前配过，我这有一单子，你看了吗？《加勒比海盗》《海底总动员》。台词是啊咦哟 ，OK， 啊，没有，包括还有无极啊，无极你也配过？哇哦，无极配的是里边，没有，你看里边有好多那个喘息啊，他们都过去，所有在盯着口型，这个人突然，啊，对，
挺好哈。这个今天来到现场了，这配音这我觉得应该展示一下，让大家看一看不一样的黄渤。主要是为了配合黄渤啊，我们这有一份台词是《泰坦尼克号》的词儿，男女主角，我来扮演这个女主角，因为比你媚一点啊。你来这个，咱那有板子挡上有。我们让梁志来当那儿挡着吧，好吗？哎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新鲜一点，要用自己的声音配没意思，分别用点方言吧，好吗？方言好，我就说天津话，你就说青岛话，青岛话行吗？好，好吧，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们的配音梁导啊。你说开始我们就开始，给点音乐。啊，这没画面，直接这样说的是吧？对对对对，啊、没有画面，不用找嘴。想象力，开动你们想象力啊！闭上眼吧，最好是闭上眼听。你要喊大声音。预备，开始。我爱你，杰克。你别这样，还没到告别的时候嘞，没到，你明不明白？哎，我你妈倍儿冷！你别呀，罗萨，你肯定能带球了，你肯定能滑下去，你吧会生很多很多孩子，啊，子孙满堂，你会长寿，你是死在暖和的床上，不是这儿，不是今天晚上，不是这么死，你懂不懂？我都麻了。这个，行，我接下来动的已经变口音了，变到胶东了啊。哎呀妈呀，我赢了这个串票，我是我贼胜啊，贼幸福这个事儿了。我能认识你呀、啊，是我的幸运。罗子，我满足了。我还有一个心愿哈，你必须得答应啊，你得活下去，千万不能死。啊，不能绝望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无论多难，你都得答应啊，一定做到啊！我答应，你都夸死我了。你这是哪儿话的？这天津话。啊，一定做到哈、啊！我一定做到。说话算数哈、啊哎！说话算数啊！这俩人怎么动了都还算数？铁了你！一点都不职业啊！你琢磨这么俩人要冻死就冻死吧！谢谢黄渤，谢谢白丽村。